是哦，我好害怕，一本是动物园刷牙日。你们比较想看哪一本呢？因为动物园刷牙日好像蛮有趣的，只是它的内容文字比较多，所以我们选要选男的还是简单的呢？看声音啊！我们选动物园刷牙日吗？还是先选这个好了？哦，我好害怕，简单一点，下次再来讲动物刷牙日。来，准备咯，一起讲。哦，我好害怕。镜走掉了。阅读方向开始，我们来看。哦，我好害 怕。这个是一台车车哎，车车到底为什么要害怕？我是好大哦，这个车。这个车车，你看哦，它是哦，原来它是一台小巴士，跟塔油塔油一样。小巴士最喜欢爸爸妈妈工作的样子，每天在家等着他们下班。他好想赶快长大，就能跟他们一样出门工作了。今天是你十岁的生日哦，明天开始我们就能一起工作了。哦，爸爸妈妈帮小巴士庆祝特别的十岁生日，也告诉他工作要注意的地方。小巴士太兴奋了，根本都没有把爸爸妈妈的话听完，一心的就期待第二天的到来。不不不不不，巴士一家人迎接崭新的一天，一起开心出门去。小巴士分配到一条自己的工作路线，一路碰碰跳跳，充满期待。哇，好棒哦！我终于可以帮大家的司机了。结果他一到马路上，叭叭叭，哼哼哼，哔哔哔，好可怕哦！马路上有吊车、卡车、火车，还有大货车。哇，小巴士东闪西躲，又害怕又紧张的。哦，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？你好，我想到森林那边的外婆家。哦，正打算逃回家的小巴士，结果遇到了一位小女孩。她想要坐小巴士的车车回她的外婆家。小巴士想一想，这是我第一位客人啊，那只好硬着头皮就带着小女孩往森林的里方向去了。你看森林的图片，这边写 forest 就是森林的意思，然后还有你看这边写的可能是小女孩的外婆家，咦，旁边有熊，还有咦，这个是什么？猴子。看来她会遇到很多东西哦。好可怕哦，森林里有老虎，有猴子，有老鹰，还有大黑熊。小巴士心惊胆跳的，一下就迷失了方向。怎么办？我迷路了！爸爸妈妈，快来救我！吓坏的小巴士赶紧打电话跟爸爸妈妈求救。小巴士觉得外面的世界好可怕，决定再也不要出门了。结果小女孩最后自己走路回家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看，连那个电话亭先生都还拿出手摸摸她的头，跟她说要不要害怕。有一天，巴士爸爸受伤了，巴士妈妈也生病无法工作，学校今天要考试，我要上市场买菜，大家都焦急的来到巴士家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啊，怎么办？爸爸妈妈都没有办法工作了。原本躲起来的小巴士决定鼓起勇气出门工作去。哦，大家都很惊讶，哇，突然小巴士变得好勇敢哦。你看他一脸眉毛都竖起来，就是我要努力，我要鼓起勇气。走着走着走着，不熟路况的小巴士满身大汗，团团转啊。哎呀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是走这边吗？啊，工作中的吊车爷爷赶快伸出长长的鼻子帮忙指路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哦，找到了，谢谢你，吊车爷爷。走着走着，忘了加油的小巴士停在路边，动弹不得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我忘记加油了。这个时候，油罐车先生及时赶来，帮他补满了汽油，加油！好，加油完成，耶，又可以动了。
走着走着，一大群刚下课的学生争先恐后想挤上小巴士。哇，我要上这个巴士！哇，有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学生要挤进他的巴士。哇，都被塞满满的。然后火车大哥特别赶来帮忙载运乘客。不不，大家可以来我的车厢，我有很多位置给大家坐哦。然后就学生就看到就说啊，我们赶快，我从这边上去吧。哇，走着走着，来到了小巴士最害怕的森林了。发抖的小巴士却发现好多动物都偷偷的帮他加油打气耶。Cheers up, cheer up, 然后 hello。其实森林好像一点都没有那么想象中的可怕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因为它太害怕了。对呀、啊，太害怕了。其实一点都不可怕。到了森林里找外婆的小女孩，是今天最后一位乘客。小女孩很开心的挥挥手说：“谢谢你，小巴士，我们明天见。”然后她的阿嬷就出来了，她的外婆就出来挥挥手。原来世界不可怕，遇到困难会有好多人帮忙哦。我也要像他们一样。小巴士开心的分享一天发生的事情，并期待着第二天也要勇敢的出门去。所以我们出门一定要勇敢出门，不要害怕。结束。好啦，我们今天两本书讲完了。明天就换 Lisa 啦 ，Lisa， 哎，我后来有研究出来要怎么让你们也可以分享，所以下次就没有问题了，大家都可以记得。我下次还要讲哦，我下次现在可以，可以可以，我们现在可以来测试一下，就是你的脚不要哦，我但是我可以，我现在听我可能想可以。